马上就开始录了，是怎样？对啊，触控到什么？你已经开始录了，是吗？再把线拔上去。是吗？对啊，开始了，17秒。接着换我也按一下。我没有插电。这样再闪吗？理论上不用对时啊，9:10了。好，这话拉到这可以，那走。好，热身，对啊，热身。又人一大堆啊。那我们要去滑奇怪的地方吗？不要啊。我今天整天练这里也 OK。我不 OK， 好无聊哦。看你的。但是我觉得上面昨天那个黑的，我黑到雾到看不清楚，我觉得也很危险。对啊。看不到路，没什么选择、啊。看不到路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你不用热身了，陈先生，下来，你给我下来。你不要语气被他们影响。没有啊，给我下来。本来就是啊，你给我下来。下来而已啊。什么叫给我呢？是小孩吗？我是我儿子啊。我常常也会跟你讲说，你给我怎样怎样吧。你平常不会对吧？这种命令式的语气就是小孩子，就是偏要反弹这种东西。然后他们的话就是自己先活起来，之后才补一句“请你”，然后小孩子就已经不行了，所以也没用啊。我的内侧，我每次一早醒来，这个内侧超痛。内侧怎样？拉就会很，就是还没有运动前就会发现它很痛很痛，然后拉一拉会好一点。不然我都觉得这里好像要受伤。我的右边大腿仍旧酸痛。我脚没感觉嘞，今天第几天啊？今天第六天吗？第六。我真的不会痛嘞。哪里痛？你哪里痛过？这里哦，这里哦，这里哦。我是昨天才开始。我都没，我好了。我的线为什么在我前面有比较长吧？有的话就算了，就算了。这样我反而不会勾到，因为我每次都是这个。你这个雪片要夹。对啊，雪片夹勾到，但是我还是我觉得用手我可能会被柱子挡住，然后很难过。什么叫用手？每次你们放在手上嘛。你说、这个、手这样走进去的人还没进去。我都是这样进。左边往后推，我觉得脚快前进了，我的手才去碰。对，我就会忘记嘛，我就想一想，我还是不要好。我是的，因为这样子我的身体也已经进了。也 OK。我忘放在太松的地方了，太难踩下去了。也不行嘞，我也还是会勾到。哟，不好。我觉得声音听起来不好，这样才好。好，这样才好。还好啦，好像比较清楚了。
好滑哎、欸，比昨天好多了。怎样？不会，你看着我是要跟我讲什么？没雪是松的，啊？没花什么力气吗？还好。乱滑一通，本来就不会花什么力气。如果硬要画大圈，就很累啊。你是说哪一天我硬画大圈也不会累吗？好，我决定跟着你的大圈，但是我每次都很累。坐哪一边？坐这边比较快吧。左边吗？右边？右边吧。右脚怪怪的哎、欸，我说你鞋子里面，我在怀疑是鞋垫，好像你右脚怎么跑到很后面去？右脚里面的鞋垫。
怎样？跑到很后面去了。所以你脚跟怎样？我觉得我的最前面的脚好像要去抵到那个前面，我觉得。对他的那个有血糖，何况他我零牌、啊，对，有那天周少宇跟我讲、啊，好热、哦，我刚这样滑，我脚板又开始酸了，嗯、左脚脚板，我是在感觉，我觉得我的左脚不会，右脚鞋子大了点，大了点，嗯、我本来就是脚大一脚小啊，哇，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，他没有翻起来，整个就。哦，他也没在动。哎、欸，他是要翻起来，他翻起来了、喔，翻起来怎么可能结成这样？他翻起来了，哦，中间没有啦，都在背上。嗯，他有翻起来。这个雾也太那个了吧？拍个照。哦，你说拍的影片吧？影片吗？就收集就是了。今天不是就在这里面滑。在滴水，他根本定不到，对不到脚，他不知道对哪里开悟了。今天的八方在雾里面滑，画龙博。哦，一直下就会一直变成水。真的、哦，又在下了。一点点，现在超级小，很不想要下这一次。不要下了。结果预报又不准了，这次暖空气。跑掉的速度比较慢，都是暖空气，又湿了，一点点、啊。我是中间被上面滴哦，好热哦，我在流汗。没有，还好我没有穿两件。你也温度刚好吧？稍热、嗯。那还是我要把腋下打开。不是，就我们很难预测，万一下雨的话会湿，那这样就好。但是我已经穿了一件比较暖的了，我穿绿色这件比较暖。但是那天回家是，那车是不是在动了？是、欸，是我错觉吗？真的在动、欸，它动了一下，停了一下，它动一下，停一下，可以，雪没掉下来，没掉下来，掉不下，不知道在干嘛，是准备要动了，没有吧？我帮他干嘛动一下？我觉得照顺序来讲，应该是他先把门右边挡住的那个地方拿走，接着两个，然后再接着的话才会开那边，但是我猜今天跟昨天人数也差不多吧。嗯。他们要开始动吧，他又开始动了，对不对？我在怀疑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是，他开始动了，是、啊。他动的，我记得我们这台是动最快的，那个动很慢。你看嘛，就是渐渐超前了嘛。现在这个在这个前面一点点。好像一样快、欸，好像差不多。我在看隔壁的地址，一样快，好像跟我们差不多。一样快，嗯、它速度可以调的吼。可以啊，这里就觉得雾很少了。嗯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我希望滑到没声音，因为我的脚掌的那个酸度。我这样子要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脚掌酸啊？我的左脚已经到达一个 level， 它会用一个肌肉去做那件事情，然后那个东西已经记起来了，就我也没办法把它松掉。有啦，我速度再加快，我就是我比较不要减那么多速就好了。但是我现在就想练右脚，所以我左脚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控制速度慢到我觉得安全了，再去练右脚。嗯。所以左脚累，就是左脚是老师，右脚是学生。他真的速度一样哎，他甚至好像比我们超前。一样，没有到完全平。所以他现在比我们前面。没有前面啊，这台比我们前面。他快要变成平了以后就是超前哦，平了，那超前了。刚刚平了很久，现在他变超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应该说这个滑一趟就等于是上面练三趟，我的脚掌啊，这个人翻了，
然后取回他的棒棒，我的棒棒有啊，有人会救他。然后厉害的人总是要帮一下的，因为要验证一下自己刹车怎样。对啊，我就在那边摆烂，对啊，那就是摆烂，就是烂人说会有厉害的人帮我捡板子的。真的，我不是摆烂，是还是不到，这是习性，我也会去帮别人。你不要把别人踹下去就好。对对对，自己做得到的事才会去做啊。你就不要把别人踹下去。对啊，那边耍帅，在别人面前刹车这样，然后就吃把人家踩到。对啊，还要赔钱这样。我们先敲一敲，他们用腿也捶，用腿要敲一敲，两个敲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你帮我看一下啦！不行啦，我现在脚都很酸，我自己都做不起。我不要录，我只要你帮我看，然后跟我说哪里不好。啊，豆子。啊？你要走啊？哦，我还跟阿北说豆子。学会的东西我不要用它，对吧？脚板没那么酸。我是觉得左脚右脚很怪美，我把它绑紧一点。好，你有帮我看吗？我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滑下去。我接着看正面，我去柱子那里就好。这里很缓，你要做你觉得最厉害的话。最厉害哦。也不是快哦，就是觉得最标准。我看你也看不见我了吧？对啊，到柱子跟快看不这种斜度，我们应该姿势应该不错了吧？好吧。你看哦，你看哦，哈呜！
接着再来。脚很酸欸。先不管动作，先管韵律的话，你可以这样玩啊。脚很酸欸。啊，很酸啊。嗯。是脚掌吗？小腿。小腿也可以啊，是啊。飞出去了，怎样？太陡吗？不是啊，脚岔开了。好热哦，有点热，嗯，很热。乱搓地板也会，然后就转得我好热哦。搓的那一下的时间啊，太晚吗？很好啊。然后你要是那个那一瞬间，有一种山上脚好像要跳起来的感觉，就差不多那个意思。啪一声，但有些有翻，有些没翻到，为什么？他翻了以后就得开始站了，因为他要清的也是屁股下面的血而已。但他有些有翻，有些没翻啊，我就不懂为什么。
脚掌还是在酸？我没有用到脚掌。我觉得你那个动作啊，用脚踝去扭，我觉得我现在脚踝的状况不好，会有伤。嗯，我本来脚踝不就一直在痛，然后也觉得右边也痛痛的，所以不敢。脚踝其实不是要用来扭，而是脚踝是用来控制板的方向，微微的。但是我脚踝不能动。其实脚踝在鞋子里面也是几乎固定的，它不是有点这样子？你在转的其实是小腿这里的肌肉，真的吗？对，你不是真的动到脚踝，真的。在鞋子里面真正的是那个。但是上次薛里那个玩啊，我觉得是动脚踝，哎，就是那个机器是在那边倒来倒去，那你倒来倒去，其实决定的就是脚踝，不是？其实是整个小腿的往左倒跟往右倒，不是呢？反正你覺得，我要跟你说，那个机器真的是在倒脚踝，脚踝往这边倒，脚踝那边倒，它就咻。因为你的鞋子整个是固定住的，你觉得是没关系，但是实际上是那样。就是最后完成型应该是倒的是整个屁股那边，是屁股在动。带要怎么带两个小孩？就哇哇叫。Stanley 还好，是小班比较麻烦，又固执。不过在那种状况下，人比较多的绿道反而看起来比较安全，因为有很多人帮你当定位啊，定位点。哦。好热，坐着就觉得好多了。我们到哪一天？反正不管啊，就是说他3月3号才公布说日本3级，我们也没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先入境了，所以没差了。他会说几号入境开始，我看看。哎、欸，都是雪板啊、欸？为什么啊？他们还是没有换啊？我觉得他们不可能那么快就换他。但这小子很难说服哎、欸，他也跟我一样固执，为什么没有带他去弄雪板？你还不是一样点菜的时候就说你要点多少丢多少，我就说他跟我一样固执啊，所以我觉得就让他去 啊。然后我到你点，那下场然后他爸爸那么慢，撑得要命，撑得要命。我现在已经有几家节制了吧，好一点。只是昨天晚上是误判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 set 是那个盘。那如果是知道，我们那三碗就不用点了，但是好好吃哦、喔，吃的很满足哎、欸！你没听我的感想吗？我的感想就是我点一个 set 就可以了，一个 set 汤浇粉浇浇浇，快快快快快！不行这样啊，一个 set 500块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你再点一盘那个姜烧猪肉，这样很差不多。一个人的话，我觉得就够了、也吃饱。总之就是这样。谁知道他汤这么好啊？他还是他觉得我们是6个人，所以每人一碗汤，所以可以。我不知道他怎么没有提醒我。也还好，一人一碗吧，就可以。我现在反而要研究省力的方法。省力也许也是姿势比较正确的。好，我试试看，我去摸膝盖，看会不会比较省力。前举，我重心朝前，好看有没有比较省力，不然脚掌实在太酸。
有，看看你怎么样啊。就是我不太懂脚掌酸是什么意思。对啊，你就不要管什么脚掌酸，我就是在我在那边体会各种用力的方法。嗯。还有就是去右边比较简单一些，那个雪比较不乱。很放松的在滑，哎，完全不会累，哎，啊？哇，有水，讨厌！在我们前面而已，还是小一点，怎么变得那么高？嗯，还有一个呢。对啊，我说他们怎么只有在我们前面而已？因为这一段他们应该下比较大，有这段比较乱。
对吧？我的头是这个，他看不到啊。我有纸。是啊，是啊，右边啊。哎，好热，好热，热。还好，我这次没。我热死了。因为我比较省力一些了。你讲。只是还是没有滑到。下面乱乱的啦。没有滑到很舒服，去就是。左边比较好啊，左边。你坐那边了、啊，上半部滑那边，下半部滑右边。为什么不滑到下面再换过去？这边的下半部好像比较陡吧？对、啊，更陡。还是没有？你好好看吧。嗯，我的印象中是这样。好热。但是也许它更陡一点，搞不好会比较平吧，也未必。好像。贝尔比较少在对氧气讲话，就好啊。我说贝尔，好多姐讲话，贝尔很少讲。而且贝尔应该是一定要被小孩子放鸟的，这样。对，是偶像剧的歌。又要那个上传的影片又要被锁起来了，我不断的发出干扰音，让他侦测不到，这样可以吗？左半边被风吹，给我看一下镜头。有的想吧。你就在拍啊。的话，正面有那个影幕，所以一看就知道他在录。小碎步，有看到吗？都化了。没有化，它会弹一下就弹走，所以。比较还好，就端一下就弹走，没有弹走，没有看到吗？有吗？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有吧？很小，对，很小，像毛毛雨那种，很小，很小，超级小。希望它都弹走，不然也是会晃。学小就是过馒头的，就是一直练小转，有小转不累，转不累，小转你看每次扭一下都会铲一堆血，对不对？那个铲血不是用力，是你的体重被抵消掉的那个反应，所以其实转得好的话理论上会比较不累。是有点像把雪场当楼梯一样，我一次只下一层楼。嗯，用跳的？不用跳啊。嗯，就是往下，然后停刹车，然后接着再刹车。不是，它动作要很连续，很快。我觉得。但是我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，先不求连续，先求每一下都很稳定。你还是准备一下影片给我看好了。我之前是看那个澳洲人有教吗？有一个中国人的视频，澳洲啦，我喜欢那个澳洲人。澳洲的那一个，不是因为澳洲的那一个，对，就是那种他就是标准的讲，反正练小转有 N 个步骤。啊，那我前面要先做什么？单脚滑。哦。然后我们都是一边单脚滑，对不对？嗯。他说练到最后，你可以从头到尾左弯右弯都用一只脚。脚弄太紧，现在有点血液不行。有点痛，我要去瞧一下。左腕右腕都有一只脚滑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鹤嘴滑。鹤嘴滑的意思是说你单脚滑，对不对？嗯。嗯，但是呢，脚尖假装贴地，抬起来的那只脚只也像是抬后脚那种翘脚那种抬法，鹤脚就是不用整脚。你说不站着的那只要？对，抬起来的那一只头好像顶在那。嗯。
头好像微微抵住那。多少？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就一直。Baby， 斑斑 ，Hello。什么雾很危险，绝对不要停下，让他们跟过来。他妈妈就打混就对了，随便啦，不理自己。站下来就还好。你要去那边吗？我版本没有换，好像又来不及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太晚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说不要，我们说明走没田，你现在是多大转啊？好小哦，我要晕车了。你要回去了？妈妈在哪？休息。又休息，就快下来了。怕。我觉得我晕车了，我有点。这票是不是可以换梅田的票？不，珊珊可以是可以，只是你要坐车回去。哎。啊。妈妈说她明天就是要这样。哦，可以哦。因为我要滑 snowboard， 所以妈妈。哦，可以哦，因为早上有车可以去，然后不用钱，然后下午又有车可以回来，也不用钱。有有有，真的哈、哦，可以，你们全家回去没？没事，没有啊，我在你姐就在讲啊。哦，我在这里啊。不用不用，你跟妈妈他们一起回去啊。可以耶，这样可以耶。为什么还要帮我们请教练？哎、欸，杰说。明天想回梅池滑、欸，他不就坐那个免钱的巴士回去，然后刚好再坐早上去滑，然后免钱再回来不就好了？可以啊，可以耶、欸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嗯，而且我们又住巴士站旁边，很方便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对啊，然后他们四点以前回来坐车啊，这样可以可以。你要跟我们去吗？我不要，我要练习这边，你去好好练习你的 snowball 啊。我要请教练。啊，妈妈要给你请教练啊、嗯！对啊。那妈妈不就一个人了？啊，我会跟我一起溜啊。妈妈要跟你学板啊！你要滑雪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是我也跟着去好了，我要去学一天雪板看看。你跟我去学？我随便你啊。好啊，跟我学，我们一起学。你们又没办法同一班。可以啊。你不行啊！我是初，你是大人班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跟他一起，是不是？儿童班跟大人班又不一样，问他看看，进度又不一样。应该他可以安排。一定可以啊！你花私人教练的，不要啊，就是不要。然后但是就说，啊、那你知道怎么安排？然后他说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一起，嗯，报同一班。
然后团体班哦，然后只有两个人这样，很难哦。因为我一直摔哦。因为一直摔，我也觉得会一直摔，我会不会膝盖就摔坏了？但他们两个一直跟我说不会摔到膝盖，我就觉得，还是他们腿短，所以不会摔到膝盖。大人会。一开始都会正面朝下，所以一直摔都是屁股。你就要一直揍屁股，一直揍，一直揍，但是我现在肌肉那么壮，也许我可以耶。就是很无聊哦。哈，很无聊，真的、哦。哎呦，租一套东西要多少钱啊？会不会很多钱啊？对啊，我要租东西的钱，租板租鞋，大概4000吧，3000到4000吧。哦、然后教练费要13000，我要花20000、欸，好贵哦。还是叫张登凯教就好。我一直在想说，张登凯一直说要跟我们滑，我就一直想说，那他跟他滑的时候叫他教我，啊？但是学费才是贵的啊，请他吃饭就够了吧？我们可以教你啊。啊，你们两个才刚学，还想教我？我要给教练教，不能一开始就没学好。地上打滚。对不对，我们是33卷，所以可以嘛。好吗？不知道。
皆様の安全確保のためリフト一旦停止しております。運転再開まで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入れます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。爸爸有讲啊，哪有？看得到人了啊！看得到人就好啦。对啊，刚刚都看不到人呢。哎，弟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什么问题？他那个雪票啊。可以啦，你去梅斯华啦。对啊。你就把绿色绿绿绿色的去。反正就是只要配合到时间，应该就过得去。然后8点到10点去，然后4点回来。
都有免费的。对啊。哦，我以为要花钱。免费。搭那个，搭那个有点咖啡咖啡那个。就是我们那时候等公车的时候有先来嘛。先跑的那种有没有？那个有一直把人带来的那个就是啊。对啊，因为他如果真的很想滑雪板，这边应该没办法。然后你也去啊。耶、yeah! ！我看你这也不行，你在那边多练一点啊。耶、yeah! ！然后我又跟小玉说，我也想学雪板呢、欸。因为你想要那个鞋子。但是啊啊，小玉又说那是小孩课跟大人课，他不会让你混合。真的吗？问阿福啦。我帮你问问他阿福啊。但是。但是我还是要租雪具。对啊，对吼。我不能穿你的哦。穿我的干嘛？哎、欸，可以哦。我穿你的，你去租我的啊。哎、欸，可以哦、欸。哦，但是我的鞋比你小啊，我24.5，你穿不下。没有加调整就好了。鞋子。鞋子吼。就去租啊。不要。我想说，他今天怎么没有那个？可以，一定可以用。我明天，因为我们是33卷，对啊，所以可以，因为我搞不清楚啊，只有盐月那天是不能换的。对，那没关系啊，明天后天就够了。你要去2天？对啊，你就是不要八方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我就有得救了。好，下午要不要去绿线看看啊？啊，绿线那边啊？可是舅舅说那边很哪边绿线？很窄。哪边绿线？你说后面啊？那个很恐怖，下山的绿线没有啦，不是下山啊。你说后面环山道嘛，还好啊。不然我现在跟你去一次啊，走走，在哪里啊？走走走左边啊，啊！但是你先滑右边，先滑右半边比较平。右半边比较平嘞、欸，那边很滚，很好滑，真的。走走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怎样？去右半，右半边再滑回来。刹车就可以刹车。啊？杰又一直觉得他得救了。因为也接下来啊，离远一点，你要留给他心理上的空间。啊？缆车啊，换另外一个缆车才能去。
踩了踩了，我滑太快，忘记带妈妈了。妈妈有跟来吗？那个猪血板一飘很快。坐另外一个缆车。猪血板一条几块？我也不知道，没租过。那不是要滑很多天？没有啦，租一天而已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滑很多。哎呦呀，妈妈呢？干嘛？我等妈妈。慢慢摔倒，在看边边的，在中间一点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我刚刚又看不太到路，我只想要贴着缆车走而已。是、啊，因为我不知道路在哪里，我刚差点要从缆车前就下去是吗？对，要下去了。又后来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看又有好心人就会帮忙。这里有很多好心人，这里有好心人。哎呀，这里怎样？这里很多好心人，这个人蛮强的啊。啊，马上停在那不动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人蛮强的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。就在这，好了吗？好了。缆车要到了啊，不下来要去哪里？这里松不松？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，看他们会不会下来，应该会。
么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就什么都不掉。没有啊。雪还好，雾真的很大，会让人害怕。其实这种状况，只要有人跟，你的程度滑这里是比较好的。清掉，快点清掉！你只要把我板子踢下去就好。哦，这样，已经干净了。脚控制力有问题，没有办法交叉自己的脚。好的，另外一边。哦，对准啊！要滑这里。对。我滑到这个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你旁边。这个是高手的。请问等一下要滑什么线？要滑什么线？右边。右边。还有爸爸的吧？啊？你看啊，都滴水。什么？你手套会不会冷啊？不会。那个树好漂亮啊。对啊。下次你都结冰了。嗯，把它弄掉，还不会冷，还不会滴水。好了好了，手套不要再摸。那这个树很漂亮，不是雪。嗯。谁都可以撑在它上面。这种树没有叶子也很漂亮。没叶子。我们一月去滑那个都每一棵都像圣诞树，它尖的两三角形的，也很漂亮。这个就跟普通的讲，很像那种旺旺的那种饼干。旺旺。是有一个饼干，那上面有一点一点一点，然后白点的。哦，有雪，那不就叫雪什么饼的还是什么的？嗯，一点一点。那甜甜的，我也很喜欢吃那个。这里不会，这太这松雪，他说他刚才也在广播叫你不要滑这种雪道以外的，会有危险。好冷哦，坐车都坐到很冷。好冷哦，好冷哦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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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还会播歌哎？对啊，这里有音乐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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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这你会的歌是？我觉得我会闻到烧木头的味道哎。我也是。烧木头挺重，奇怪。我也闻到。日本人没有吧？我们就是台湾人啊。奶奶要日本人，就像就很漂亮吧？看风景，就但路就是比较窄一点。
就我要弄一下我的鞋，我要弄太紧，我的鞋一不循环好痛。嗯，但这样又好像太松，好烦啊。完蛋了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变松了，它就是要这么紧，但是这么紧鞋也不循环，很痛。别提了，都在你们。不要撞我，不要撞我。去啊，走。我在后面好了。好，我有看到了。去啊，你们先。不要，我走后面。我在后面啊，万一你掉东西为什么？那我先哦。你都已经是劈开了，不用担心。累啊，我很慢，累啊。弟弟的背是不是都湿的？对啊，背跟屁股，腰跟屁股。Thank you.
可以爬上去，对不对？小老姐。我不会太挡路，会不会太挡路啊？对啊，太挡路了。因为这里你往上一看，都拍得进去了。很漂亮，这边。对。这边很漂亮。是盖那个 snowball 的小朋友的很勇敢。可以的。这种树有像那个藏王那样子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这种没有办法结成这样。战王的要三角形那一种吧，三角形，像圣诞树那一种。躺进去啊！我要，你要等大家拿了露营的才可以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拿手机才有办法那破啊。慢速的，慢速的，要慢速的。好。啊？你要躺进去吗？那你要帮我用慢速的吗？好啊，我先弄一下。
帽子注意。你们要一起吗？我这样停下来等我。对啊，我等你啊，我这边先录别的东西。慢动作，有了。你去舅舅，你就又躺下去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你等一下。预备。我要拍。我录就好了。录了下几个？两个人哈。往后打哦。三个人，等一下，三个人，等一下，预备。一、三、二、一。好了，好，可以。来拍一张照，拍一张照，一、一、二、三，拍就好了。躺下去啊，躺下去。一、二，你的形状非常的符合。三，我的功夫会不会都是雪啊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嗯，站起来就好了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很舒服哎、欸，还蛮深的。啊，对啊，这些光踩起来就很深了。出不来啊你。起得来吗？起得来，起得来。我已经坐着手，我已经坐起来了，我已经坐起来了。有啊有，三个一起拍。还有我慢动作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哦。等一下。你在这边啊。再坐高一点。对啊，有椅子啊，休息啊。还可以尿个尿嘞，做一个，就没有地方尿个尿，有红红的一坨。很恶心，你你是加哭、喔？我是猴子。我拍进去啦。你还要再投啊？啊，你帮我拍一拍啦，背后。哦好，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。你帮我拍什么？拍慢速的、啊。好，拍干净了吗？我是屁股。好了，可以。来换，我帮你。要吗？要啊。好，用你的。用我的。脸很湿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哪里很湿？胸前是湿的。好、啊。这样要干嘛？好了，我们来拍一张。慢动作嘛，对。来。他慢动作可以撑多久？几秒？很久、啊。好，你又在哪里？好歪。好吧、嗯。好。一，开始。周里，你在用你那只壳砸你。好低哦！这样真的有慢动作吗？你有巨大慢动作吗？没有，你一开始慢动作它会快一点点，然后你大概等一秒之后才开始拍。我要来一个慢动作，妈咪。这里还有空的。对，再过去啊，再过去。我用跑的哦，你就这里哦，这一块哦。哦，这样子。一条路鱼。怎样？你说下来我就开始了。等一下追下去。下得好慢哦。等一下追下去。哇。陷进去啦、啊！嗯，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很舒服、啊。为什么那个好像有哦？那是背包啦，你的背包。他的背包不会拉链没拉？拉链有拉就可以，拉链有拉就拍干净就好了。我这上来拍好高哦！来拍一下，周少宇下来拍一下。我忘记我背包，我直接把它压下去。你可以帮我，你可以帮我拍一个什么奇怪的形状吗？你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马力跳，什么叫奇怪的奇状？哇！好，那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我帮你跳，我帮你拍，我也可以帮你一起。这个洞，看看这个洞已经挖过了，从这边。就是跳，然后往那边，对不对？对。跳起来后往后倒。等我一下。好，开始录了。跳不起来。跳不起来，没有那个 pose， 跳不起来，我跳不起来。周帅，周帅，妈妈帮你录，你从那边滚下来，只剩那一块，干净的。那个比较斜，那个比较斜，所以你只要做那个姿势，侧着打就下去。这里有个大洞哎、欸，这不是我说这里啦，我说哎、欸，这里有个很深的洞哎、欸，笑死了，这样不会掉下去吗？是啊，这里有个很深的洞，那里插个棒棒是不是危险？算了。你要慢动作吗？你用慢动作，我用普通的。他们要滚下来是吗？对，等一下。他侧滚会滚到头昏眼花。侧滚会滚。哥哥滚右边，你滚左边。等一下哦。那最好是有办法滚啊。应该会卡住吧。等一下。好了，我慢动作的哦。我们闪远一点，看他会滚多远。不可能啦、啊，不可能。侧滚哦。不是滑、啊，爸爸用滚的，爸爸侧身用滚的，不是滑、啊。他会头晕呐、啊，是吧？好了。怎么是滑的？是侧身啊。我以为他们要这样横着滚下来。我要横着这样滚。我想。好了，来拍。
哎、欸，相机拿出来了。这样做是做得到，但是头会晕啊。等一下，可能那个，哎、欸，你的血镜有刮刮、欸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刮坏吗？两道啊，你看得到吗？这一道，这一道。看不到，看不到，那就算了。什么东西刮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一个刮痕，一个另外一个刮痕啊。没有，再搅搅看不太到。好啦，快点下来拍一下啦。有刮痕呢、欸，来，我拍一张给你啊。雪刮的吗？怎么可能是雪刮的？要不然哎，正面也有哎、欸，正面有几道，拍给你看。我也没有在学出打滚啊。你又不是斑斑正面朝下的打滚、嗯、对吗？这样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好，这里有一道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嗯，那一道是小的、哦、然后侧面的比较大，我再拍一个侧面的，你就看得到了。准备。哦，超大，脚不要朝下。这绝对就看得出来了。哎呦喂，你看你看有断差。是红下是甩下？你看，斑斑换你了。好，斑斑横的，超大，横的一个，斜的一个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这样弄的？不知道，之前没看到。好玩。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，哎、欸，雾变大了。对呀、啊，快点，拍不起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下来了，下来了，拜托。我看不到了，真的。看不到了，本来后面的树可以拍到的。对呀、啊，快点，快点来拍，快点啦。快点过来，我不要再丢了，拜托，拜托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玩了。好了，过来。我们应该。朝面朝那边好了，或是后面的也行，还是这边比较好。你不要再弄了，两边都排他一下。好了，再拍一次就好了。好，来，一样要自己要变换 pose 哦，眼睛要戴着。周世廷过来，周世廷过来戴着了。好了，你们两个要在最旁边，最旁边。是要排一直线吗？不是啦，是一个圆弧啦。哦，圆弧嘛。我们只是看到照片，以为是一直线而已。哦，你那个怎么弄的？我要问你，吃饭时候再问你。你弄得好好漂亮啊、喔！好了，耳朵都会变形。圆形吗？圆形还是圆弧、啊？半弧啦。半弧，你们再撑过来一点啊！撑开一点。他们过来一点。站过来，站过来，站过来。好吧，你更有场。那里要两个，那里要两个小孩才行。不是、啊，两个转角是小的、啊小。那，你过去日历那边一点啊。哦。好、哦，这样说错了。这样有半幅吗？好，你这样干嘛离我那么近啊？过去一点。我按好了。对啊，有需要那么近吗？不是，因为拿在右手，所以那棒棒的右边三个人，棒棒左边三个人会比较好。我会放在我这边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我按哦，我推出去就好了，准备喽。一二三。你要出去。我要摸我的姿势啊，夹脚。一二三，太慢了。但是，一二三，对，一二三，跳起来，你拍得到你？好，来再一次。要什么的？我要跳起来，因为不过每一张都 OK 吧？三，你们两个不够糊了，你们要退后，你一直往。周少宇，再来一次。我已经爬山。我们要不要换这一面啊？我已经准备，我已经准备好。好了，我怎么给你比较方便？我这里，一二三，再一二三，一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一二三。方法太远了，根本你一直走出去，出去一直坐，一直坐，出镜了，好的，坐在原地啊。我会尽量放中间一点。来喽，一二三，再来。哎呦，没动作了。来喽，准备喽，一二三，好来。爬山喽，拜拜。够吗？爬山喽，不知道好不好，大不了很想跑。你要录？都拿出来了，我不要，我的姿势很丑，给你录啊，录那个沿途的风景，还蛮漂亮的。哎、欸，上次你也是录这段路吗？对对，月亮好像是说漂亮，嗯，还是 GoPro 下面，好像是 GoPro 下面，不过都差不多是山路。对对对，快点啦！哦，想尿尿了。我也是，有一点。哎、欸，其实，在我们滑这样的时间，现在也许是休息时间，10:44，可以了，休息了。啊？要来了，休息了。
对啊，休息了。你要吃午饭哦？没有没有，这第一次休息啊。接着再滑到滑一滑，12点多吃午饭。我的棒子，你的棒子我帮你拿。不用啊。好，我要下来喽。去。棒棒，你棒棒真的想要用滚的，没有这么好滚。太厚了。你这是哪一个？这个是我。好厉害，好哎。幸好我有想到可以爬上去。好上去，自己制造溜滑梯。嗯，很斜的溜滑梯，还蛮斜的。我们家黑蟹教是那个。哦，那个很远。今天你那个好像脱了，你那个扣子左脚的没有扣好，觉得。好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也好了，跳起来。嗯，这边也跳起来。好，大家都好了。10:40。哈？10:40。我去尿尿休息了。尿尿，上厕所喝水。走吧。等弟弟穿好鞋子啊。好，先穿好了就先走了，耶、yeah。好吧。你应该两手抓中间比较好拿。绑在手上不好弄。翻板的板 是有绑紧的吗？它那扣子，它那扣子那样是扣好的。我怎么觉得是没有扣好？它的左脚我觉得没有扣，因为两个方向同样，应该不太可能吧。左脚没有扣好，帮你检查一下。来，不要动，翻板过来，翻板，等我。这边你没有扣好，好，好了，扣好了，走。的人走。
我坐你们后面。他坐。哦。你的也是鞋子没扣好哎、欸、你。等会再帮你看，走，可以吗？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不然你会被撞啊！啊，撞撞撞撞撞！好了，撩起来，撩起来！我看看，好像有，是弟弟刚刚没有扣下。跟别人坐，啊，别人就不在意，就跟他坐。他应该不会主动跟别人坐，应该是别人跟他坐。你这次下去休息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上个厕所啊，尿尿啊。我想。那么冷会很想上厕所，你不会吗？很好玩。你说走树林啊？嗯。林间道。英文的加油要怎么说？英文哦。加油。Go for it， 这样吧，是不是？Go for it， 加油啊！干巴爹，干巴爹是日文。干巴爹，干巴爹。今天是不是要去左边？就走上去啊，走上去才会到那个门啊。哇，这个好酷。哼。我们的可以吗？我们的怎样可以吗？可以滑这里。要滑厉害的也是可以的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嘿，我回应哎，我怎么觉得这怎么？我觉得像女生的歌哎、欸，原本。Stanley Chu Joe Joe Chu Stanley Chu， 你要你都要滑这里啊，比较平对不对？算比较平。那雪板也可以、啊。还不是要吃饭，还是上厕所？还是很饱饱的。哪有？你有把东西吃完吗？有，我把蛋吃完。剩菜咧、嗯？对啊，都应该吃啊，就没有不好吃啊。就可以跳一下，叮叮。人家要帮你这样准备的，不好好把它吃完，也很不好意思。除非那东西真的很不好吃，但是你们就不会。蛋哪里不好吃了？蛋就是蛋啊，生菜就是酱和不同。蛋呢、欸？蛋很好吃。有啊，不是有柳橙汁吗？这个其他人都没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都没了？没有啊，那是自己去倒的吧？还是小朋友才有？柳橙汁没有的。
不能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不便当。有吗？嗯。不知道。对，掉下去是不是不会怎么样？哪里？这里、啊。也都会，怎么不是跟你讲会扭到？如果屁股朝下来，脊椎会撞到啊，也很危险。然后就滑下去了，所以我换了。从下面这样滑。那你看，都是土，这里很少雪，很危险，有石头就更危险，撞伤。我们刚在哪里爬？嗯、啊？你刚在哪里？下面啊。哦，嗯，这那么宽，好多小朋友。对啊，四个小朋友，一个教练。所以说你们那天很好，两个人一个教练很好。准备。就这敲。拉起来。没有的啦。没有哟。好、哦，棒棒的。小心还会到。是吗？你看，莉莉在走路了。对，哎，看看老板有没有帮我并道。往前走一点，不要挡路，怕挡到别人。刚下缆车，走得过去。因为这是上坡，我不想浪费力气，我要脱掉用走。拍谁啊？撞到你！他们家从那边滑下来。对啊，滑下来的好。哎呀！啊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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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吗？小站好了啊！我拿起它。方向走就少爬一点。雪很松，很难走，很累。走不动，走一步后退两步。你走啊，我在打嗝。对，要走到没力，感觉这腿好难走啊。所以我刚就特别注意了一下，走不动，而且走这个比你的手也太松了。
走得累死这样。对啊。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。我看。帮我关掉吧。哦，好啊。一个是。